胡夏请出列。胡夏今天带来什么歌？囚鸟。囚鸟也是张宇老师跟十一郎老师写的歌，哇，这是彭羚演唱的，非常的细腻，那女生的声音如丝一样，这样子，哇，掌声欢迎胡夏的演唱。最后登场的胡夏，能不被现场沉重的气氛影响，再次拿下高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我在台湾的家，然后就是地方还是挺小，但是什么都有，然后有点乱，就不要介意。来自广西的胡夏，在台湾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练歌。每当想家的时候，胡夏就上网和爸妈视讯聊天。哎，爷爷奶奶好不好？都好，他们都好。那你好好唱呗。乡愁可以借由网络排解，但长时间在外地比赛，压力并不小。而胡夏也自有一套舒压方法。我一般解除压力的地方呢，就是到夜市去逛一下，然后吃一点好吃的东西。那虽然今天有点下小雨了，但是还是不影响我的心情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逛夜市就是胡夏抒发压力的秘方。这里的每一样小吃对他来说都有不同的新鲜滋味。羊肉很嫩，然后接下来要吃臭豆腐，然后这个是排骨酥。我要胖了。开心的吃吃喝喝，让胡夏暂时忘记练歌的辛苦。但就在此时，他遇到了一位知音哦。这是广西的那位嘛，胡夏子，是不是？嗨，胡夏歌唱得好，真的很棒，谢谢谢谢。胡夏的夜市奇遇还不止于此，除了小吃外，四周的小游戏也很吸引他。市场126。从广西来到这里很远，平常一个人会很寂寞，但是还是很开心啊，能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。因为我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走远一点，然后在台上继续唱歌给大家听。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泪墨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，我的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谢谢小虎老师，觉得怎么样？哇，这是录到现在我觉得听得最享受的一首歌啊！不要看胡夏这样哈，就简简单单牛仔裤，然后黄色的 T 恤这样，其实也不怎么起眼，然后又加上戴个那个眼镜，其实是很这个斯文男来着。但是当你一开口，也是
会吓人的那一种。很好奇胡夏可以得几分啦，请评审按灯。胡夏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1/22分，非常高分。小林老师、小虎老师都给了满分。小林老师，其实这个第五分，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听到今天他是表现得最完整的，然后当然他还是有不够的地方，当然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你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表情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基本分已经是太好了。22分，掌声鼓励。老师谢谢。中场统计，本周共计31人参赛，15人失败，失败的选手忐忑不安的生怕遭到淘汰。